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。俗话说好马配好鞍，相同的好车也能衬托出一个人的气场。通常来说，很多大老板们土豪都会配置一辆符合自己身份的豪车，平时开出去才不失面子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一辆高端的 MPV 豪车，据说坐在车上就散发出老板明星的气质。这款新车丰田埃尔法是丰田公司旗下开发出最高端的豪华 MPV， 也是非常畅销的一款车型，主打年轻运动风格，上市时还加价了30到50万不等。在同级豪华车中，埃尔法的特色在利于车身高度的优势，营造出充裕的气人空间，在很多场合下都可以提供舒适的服务，因此也受到了大老板们的喜爱。外观上埃尔法透露着一种霸气，车身框架扎实稳固，悬浮式车顶灵动十足，独一无二的原创 logo 更是加分不少。与此同时，设计构造中融合了科技元素，加入了电动侧滑门的设计和时髦的轮毂，再加上大气的 LED 大灯烘托，整车显得更拉风炫酷。埃尔法还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，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200千米，驾驶它完全可以感觉到风在耳边呼啸的畅快。内饰配置略有改动，融入了多种高科技功能和液晶仪表的触屏显示屏，皮质和木饰板等也进行了升级，和老款相比更加豪华气派。作为 MPV 市场的霸主，丰田埃尔法的表现已经足够优秀，再加上公司出色的营销手段，即使新车加价几十万也人气不减，热度持续居高不下。目前在售的是第3代车型，据说丰田之后还会更新换代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